大便没有那么可怕。行进还没放呢，工作人员在施工。对。你在熊猫是不是？熊猫熊的。对。我蹲下休息，他头低低的。对啊，我念着。Thank you.
我帮他吃两个菜呢。你什么鬼？可爱呢。不一样，一般都是先到先站开来。店里面干，走。这是我朋友。那看到小熊，你看小熊在那里啊，正好看到边上。回家看直播，直播才是正面。对，回家看直播。臭一块嘞，屁股欠打来的。有看吗？有一把火在那边，我还记得。我在帮哥哥做记录，他要写游记。我爱吃蒜，蒜子吧，就感觉好像是笋子，菜笋子呗，菜啊，笋子吧。好，看到了没？那我们要去看小的，小的应该在里面。买的不会弄米啊，那地方我找着，现在不搬进去。哎，算了。哇，更残忍！真，真，你也太残忍！再再做真一点。坐针线，坐针线，坐针线。这样很像饭团。看到了，坐着吃吧。爸爸是怎么讲的？爸爸是怎么？
了吗？是的。那现在你关了。可以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